镜周刊报道， BII 毕书尽连续第五年在 Box 风云榜上表演，带来 Nothing at all 加 Let us drunk 与平常不一样的歌单，连妆容也做了不同尝试。已经感冒加鼻子过敏两个星期的 BII 最近已经看了三次医生，打了两次针，一度担心今天的表演会失常，刚才唱到一半差点流鼻涕。 BII 自曝表演时为避免鼻涕流出来，赶紧倒吸回去。在 Box 风云榜与偶像萧敬腾同场演出， BII 却没来得及和老萧打招呼。我在来的路上有看到他的表演，他曾经传讯问候老萧，但对方以个人贴图回复让 BII 被拒点。 BII 不以为意的表示没关系，我本来就很不会聊天。延伸阅读，